我以为有人不知道他是神经病，还是有传染病。捅我啊！我第一次看他们呢，我觉得他们简直是个笨呐。我要你找到靠山啦吓！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打开了给我看一下。边个叫你掂我啲嘢啊？攞翻佢，攞翻佢！他们不用工作，但是每天有那么多钱挥霍。 你以为人哋真系会中意你啊？你照下镜啦，你有冇镜啊？你哋只会锡我。你走啊！你去吧，走走啊！我讲佢啊，咁样对小动物啊，咁冇人性啊！你哋嘅政府成日残害啲动物，我话你哋只残害啲动物。你